稿拥有傲人的学历经历，每月领有立委薪资19万余元及问政费用7万余元，个人财力丰厚，竟分毫不用上开问政费用，反而压榨其下属助理，配合共同虚报或浮报助理薪资及加班费，向立法院榨取人事费，留用于委员办公室及其私人支出。主任高姓被告公私不分，贪图小利，为支应其他开销而操控助理薪资，榨取助理费，且犯后态度不佳，又卸职给助理，请法院妥予量刑，并宣告褫夺公权。以下说明高姓被告等案件之侦查结果：一、关于高姓被告等人诈领助理费案，甲官侦查终结，认为高姓被告有四名助理，均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财物罪，及刑法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行，依法提起公诉。李姓被告罪嫌不足，为不起诉处分。二、关于资策会提告高姓被告涉嫌被侵占，甲官认为罪嫌不足，为不起诉处分。起诉简要事实说明如下：高姓被告身为立法委员，理应将立法院编列之公费助理经费，用以支应助理薪资及加班费，而不得挪作他用。且其每个月定领有立法院拨付之问政费用7万余元，可供运用，竟未将问政费用用于办公室支出，且其致使无意将全数助理经费给予其聘用之助理，反而要求四位助理配合以虚报、浮报、总额报满的不实方式，向立法院请领助理薪资至每个月上限42万余元，加班费上限8万余元。扣除真正实际要给助理的约定薪资及奖金之后，要求助理将多报的差额缴回，与助理配合缴回后，将款项供其个人自行运用或挪为私用。甲官认为被告以此方式诈领之不法所得，总计金额为46万零30元，而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财物罪及刑法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行，其余起诉内容请参阅新闻资料。本案量刑意见说明如下：甲官建请法院审酌，高姓被告拥有傲人的学历经历，每月领有立委薪资19万余元及问政费用7万余元，个人财力丰厚，竟分毫不用上开问政费用，反而压榨其下属助理，配合共同虚报或浮报助理薪资及加班费，向立法院榨取人事费，留用于委员办公室及其私人支出。主任高姓被告公私不分，贪图小利，为支应其他开销而操控助理薪资，榨取助理费，且犯后态度不佳，又卸职给助理，请法院妥予量刑，并宣告褫夺公权。至于在侦查中自白犯行的黄姓及两位陈姓助理，犯后态度良好，且没有获取犯罪所得，均请依贪污治罪条例第8条、刑法第31条、刑法第59条等规定减轻其刑，并给予缓刑之宣告。李姓被告部分，其每个月虽然领有2万余元至5万余元不等之助理薪资，但甲官认为其确实有实际从事助理工作，且工作内容属于助理范畴，也没有配合缴回之情形，纵任其另有其他兼职，亦无从认定有诈领助理费之犯行，应认其罪嫌不足。另资策会对高姓被告提告背信等罪一案，甲官认为依告诉人所提出之事证及侦查中调查所得证据，并无法认为被告有背信、诈欺等犯行，而予以不起诉处分。详细理由请参阅新闻资料。今天是主要是回应在《金周刊》11月14号，也就今天哦，就是有做这个系列的报道。
那我这边首先先讲一下，就是其实今天这个《镜周刊》的报道在出刊之前完全没有向本人经过任何的查证的事情，所以呢，其实也严重的侵害了本人的名誉跟隐私，因为在这个报道里面并没有尽到查证平衡的报道这样子一个状况。那没有经过查证就草率出刊的这样的行为，其实我觉得也违背了媒体伦理还有司法实务的一些相关的合理查证原则，所以在这边我先做严正的谴责。那也包括此次哦，《镜周刊》跟之前的这个爆料，其实我们看到说他宣称说有吹哨者提供资料，但是这一些资料的来源跟真实性确实是十分的可疑。那包含说我们看到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电子档案，它容易被篡改，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确定这个档案是不是有经过伪造或者是变造？那我们看到这个窃取档案的这个行为人士哦，其实他的一个意图也相当的诡异。因为如果说今天他是提出的是这个2020年的档案，那为什么在2020年档案的这个年份上，他没有第一时间去送交检调单位，而是压到了选举前这么白热化的时候，然后去流出给对手甚至是媒体来进行相关的爆料？那我们也不禁怀疑说，这个部分是不是行为人士是有一个对价的关系，或者是有影响选举的意图？但是呢，不管如何，这个行为人士如果被证实是非法来使用或者窃取这样子的资料的话，那甚至有篡改的嫌疑，那当然也必须负担相关的刑事责任。那包含说像是妨害电脑使用罪，那基本上是有这个有期徒刑的这个部分。好，那不管说这一份档案是不是伪真，那我想这边我先不就这个档案的内容来做细究，可是办公室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公积金的制度，我想在这个地方也因为很多事情在这一段时间受到了相当多的攻击，那这些攻击里面所引用的法律面上有很多的谬误，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我先跟各位说明一个就是跟这个案子有些类似的是前立委吴成典的这个助理费争议。那今天这个判决的部分我们也将这个判决有印出，那等一下会交由媒体朋友来做细读。各位如果读过这个判决就会知道，里面许多的内容其实包含立法院的函释已经都解释了，在这个立法院的助理费这样子的运用上面确实有许多很让立委很弹性的地方。那在这样子一个弹性的底下呢，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案子是福建金门地方法院的一个23号刑事判决。这个判决里面呢，其实它经历过三次这样子一个判决的过程，三次都是获判无罪就是这检察官上诉之后，这个高院判决还是最后是无罪的状态。那我跟大家简单讲一下里面判决几个重点。首先第一个，在这个判决里面很明确的写到，在这里可以看到说，其实立法委员的公费助理这个部分呢，它是没有限定公费助理相关的应聘资格，包含他的工作职掌，包含他的业务项目，包含他的薪资数额，都是由委员来自行做决定。也就是说，现在的立法院的这样子一个委员的公费助理，其实在这个部分它是一个我们所谓的立法委员跟助理本身的一个聘雇关系。那在这个情况之下，除非是捏名或者虚报其实根本没有工作的，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所谓人头助理，如果除了这样子以外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去决定说因为这个工作这个谁比较高谁比较低，或者是薪资数额的多寡，你来认定他是一个人头。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在这个判决里面，实质工作是没有人头诈领的问题，而且工作职掌跟薪资数额是由委员来自行决定，这是第一个我们讲到的两个判决重点。第二个，这个里面有提到的这个吴成典的案例呢，他是这几位就是被告人，他的助理费拿到这个薪资账户之后，他是全数捐到这个立委的服务处，还有他所谓的新金门联谊会。那在这个捐赠的过程呢，其实这个判决里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因为立法院跟议员的这个部分，议会的部分不太一样，是立法院是薪资是直接进到助理的账户，好，所以进到助理账户之后，其实助理如何去处分他的所得，这件事情其实是立委，就是这个立委助理他的自由意志。所以在这情况之下，薪资助理如何去使用，是契约成立之后的工作所得，他如何去处分。所以在这情形，问政相关的业务支出也是具有核销性质，所以加上这两个条件之后呢，事实上这件事情本身在高院也是判决是无罪的。所以两个重点，第一个，立院助理性质是直接进入助理账户，如果进到助理账户，那又怎么样能够变成是说直接从助理账户去转到
这个我们讲说办公室公积金，或者是甚至我本人这件事情是没有存在。那再来是工作所得助理可自由处分，所以呢，今天他拿到了这样的所得，依据他实质的劳务所得到的这个所得，他要怎么样去处分，这是他的一个自由意志。好，所以呢，在这里中整一下，就是无成典立委的这样的一个案子，上诉到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判决见解都一样。那司法实务上面的认为就是，公费助理的聘用是属于司法上之劳固契约，在这个劳固契约里，只要有实际执行职务就可以。那立法委员对于公费助理的人选还有工作内容这一些事项是享有制定标准广泛之行程自由。同时我们看到立法院公费助理属于劳固契约，所以薪资如何使用或者处分并不是因为双方约定而影响有效性，所以跟人头助理是两回事。那我们也看到了助理薪资这个部分，工作所得如何处分，这个是跟助理委员之间的劳固关系成立是没有设立，所以呢也没有违法之余。那最后一个是预算法，也就是说其实人事费可以流出到业务费，那助理费就可以流到同属委员问政业务里的问政相关业务。所以以上是三个在这一个案子里面的判决其实都是无罪的。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判决里面呢，其实立法院也多次函释来解释公费助理的使用要点。那首先刚刚讲的劳固关系这个部分是委员与助理合议，那劳固关系就成立，而且由立院来编列预算来指引。第二个工作内容，因为其实立法院大家知道立法委员的工作其实是很多元的，所以呢助理的工作或者他工作地点啊、上班时间啊等等，这些就是委员自定工作标准，这是立法院在函释的时候有特别提到。那第三个薪资是直接列入助理账户，所以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强调，高虹安我本人绝对没有胁迫或强迫任何一位助理来去将他们的所得去做这个公积金的捐入，我绝对没有强迫或胁迫。所以在这情况之下，在这个函释里面这三点其实很明确。好，再来我们周刊讲的这个低薪高报，实际上我们如果看立法院公费助理的人事费的这个名定的项目，大家可以看到人员跟待遇跟奖金，所以它并不是只有一个固定的薪资，它其实是有包含了待遇跟奖金，就是所谓这个助理他本身一个月他有酬金的部分，那再加上加班费。所以呢在今天实际入账的就是助理他的待遇加上他的奖金，这就是他实际的劳务所得。所以前项你看到的高院判决就有讲到，你第一个实施工作就没有诈领的问题，第二个你的工作职掌跟你的薪资这些东西都是委员来自行依据他的工作来判定，所以今天周刊所讲的这个低薪高报绝对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实质的劳务所得。而这个劳务所得怎么来判定，那是由委员来认定他的工作的职掌跟他所能够去做的待遇还有他的奖金如何去做一个对价。所以在这边我要跟大家讲，就是公费助理人员待遇及奖金不可以因为薪资有浮动的状况就来判断说这个是不是有低薪高报的问题。好，那最后我也想就是跟我的许多的办公室同仁还有这一次被牵连到的这些朋友，我也想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事实上这样的一个公积金制度，我必须要说它不是我办公室发明的，这个公积金制度实际上是延续了前面的立法委员的办公室的制度。所以在这些助理他们引进这样的制度，他们愿意来做这样的事情，我只能说在我第一年进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我只能感激他们愿意来承担负责帮忙做这件事情的办公室的营运的一些分摊。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制度绝对不是我也不是这些助理同仁他们发明的制度，所以在这情况之下，我想大家都承担了非常多的压力。但是我回归一句，如果现在在立法院大家在这个事情上面其实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些办法，那是不是这件事情才应该是大家需要去努力去推动的？比如说像以前可能民进党委员有推动过这一些助理任用办法，那是不是应该要从这个方面去着手？那今天我想我就这些判决还有我们的实际的这个状况来跟各位做说明做报告。
那我想接下来如果说真的如报道所说的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检调的侦查程序侦办程序，那再加上前面也有检举人的这些案子，那我相信这些东西就是会并案进行开始调查，那我们一切都会尊重也配合检调的侦办程序，那也期望我们相信司法相信检调，也不希望有任何人运用权势尝试着要去指挥检调办案，我们绝对会完全的配合，但是也希望相信司法相信检调会还我一个清白。